天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台南，来和我们产官学界的代表共同，我们要一起见证检建专用厂房的动土典礼。我想先请各位看一下这四周，这是未来要成为厂区的地方。回顾这三年来，虽然在推动国建国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共同经历了许多的批评、质疑、抹黑，甚至是威胁，但是今天我们用最实际的证明来告诉大家，台湾是可以做到的。那么我们坐在后面的台南显现办公室里面的年轻人，他们经历了显现国造的一年之后，他们都会是我们造船界的精英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许多的波折，但是我坚持国防自主的决心更被国际看见，获得许多国家的支持与协助。那么今天之后，海军、中科院和台船将要进入建造的阶段，所面对的挑战将会更为险峻。身为三军统帅，我有坚持的决心跟勇气来引导大家面对挑战，克服困难。我们都有坚持的决心跟勇气，不会放弃。今天我们为台湾的未来许下了这个承诺，我们一定努力打拼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